有什么用？我就把它倒出来，这有什么用？这有什么用？情人节大餐都没了。然后我就拿，差不多倒了五袋，最后一袋就是他最后一个说他很重要，一定要买的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就把它倒出来，一倒出来，你看。我愣住了，哇塞！我当场心融化了，嗯、哎呦，我热泪盈眶了。按摩棒什么东西啊？好感动，性感内衣。对，那是一件情趣内衣。啊，因为他考虑到说今天是情人节，希望你穿上。玉玲，楼下的那个人妖秀有今天有空有空吧？对，赚笔钱来，我就拿起来。哇，那你怎么办？热泪盈眶，热泪盈眶，真的。然后他两行清泪也潺潺而流。哇塞，我就拿着他，很感动，感动，感动。You know, you know, you know。他说他变老外了吗 ？You know。You see， 他就是 you see， 就是后来当然可能就爱的一发，对啊，软掉了，对啊，应该就没有讲话了。然后让我手一直抖，好，那心中百转千回，后悔吧，后悔。然后那个那套情趣内衣就从我手中滑落，我就走到他面前，啊，就把皮鞋脱掉，他没钱啊，没钱在做什么？我就把他推在床上了，所以那天虽然没有吃成情人节大餐，但却也度过一个充满了激情、好奇力的一个夜晚。可是当时拿奇力是什么？奇力，奇力吗？奇力啦！你讲那么多，你知道你的那个衬衫扣子扣错了。这不重要，对。所有的男人都要学这一个，尤其是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要生气之前先深呼吸，对，宁可离开一下，或者是点点不要讲话，过一会可能不是你想象那样，对，常常都是这样，尤其是重要节日的时候，千万第一时间那个怒气一冲出来多半都后悔，对，不要破坏气氛，所以就何必呢？但是这里话说回来，有时候我们冲出来的时候，女孩子你还是稍微解释一下嘛。对不对？不要说我们一冲出来，你也不讲了，那这个事情就杠起来了。对，大家对不对？互相退一步，你退一步，我退两步嘛。那你不退一步，我们啊，还是很难退一步。现在暗示你老婆？没有，我跟全世界讲，我没有这方面任何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要看食品，我们要看看这几位太太她买的东西到底有多么的离谱，请看。阿妹的东西厉害，这么大一个啊！一二三，五，哎呦喂！所以说你现在小可生的是四胞胎？不是，只有白开水一个人。我说我不懂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台，外面有三个娃娃车，外面有三个吗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等一下，而且我觉得它有些型还蛮像的。对，但是每个功能都不一样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有点像，对，有点像。好，第一台买的是，第一台的时候呢，就是。这一台所谓的很厉害的变形金刚，哦，这变形，所以这台第一台想说，很方便嘛，台湾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台方便的地方在哪里？你这样一转之后，按一下，干嘛？然后机，你看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按下去，没怎样，起来，要不然没电话。它自己会这样慢慢起来，好高科技。然后呢，你这样推它的时候呢，前面有灯，它前面有灯。有一个引导灯，干嘛？你要开在路上？没有，就是晚上你推着宝宝出去的时候，推宝宝出去散步的时候很安全。而且刚刚你推推看，这台其实很轻，很方便。这样推真的很不行啊，它会坏掉，它有重量限制。对，是蛮好听。然后它这样压，它有那个减震，就是然后它这个地方呢有仪表器在这边，它有仪表器，有时速，有时速，零到一百多少这样。然后它可以推行的时候充电。然后呢，你任何电话。都可以在这边充电，有那个测速照相吗？所以像我们这样出去的时候呢，就很方便嘛。我们从本来以为很方便，可是这台其实真的很重，真的很重。你这样整台拿起来，康哥，你要搬到车上，你就要花点力。后车厢哦，你要放后车厢，对，放后车厢，要放在后车厢。哦，神经病啊，这个这台很重。神经啊，太重了啦！哇塞，不是，军哥，小心抱一下，小心伤口，小心伤口，赶快放下，真的，军哥流血了，小心伤口，军哥流血了，还好。所以这台帅归帅，但是它很重，很重，所以就
于是乎呢，就换了第二老美了。对了对了，于是第二台，于是乎就换了第二台，等于第三台了。对，第三台，第三台这台就很轻便，就一般的嘛，对不对？在台湾买的。对，没有，这台也是在美国买的。这样搬回来？对，因为去到那边去就想说就买一台回来。OK， 那这个是干什么？哦，旁边开了。哎呀，哦，这台的防水功能是很好的，就是它这样推也很轻。然后它遮起来之后，可以整块遮住，这里还可以打开，还可以打，它有拉链，跟 baby 聊天，对，聊什么天啊，这么小不会讲话。然后那可以有置物袋的东西，哦，对，它后面的置物功能比较多啦，后面这边可以放很多东西。雨衣呢？雨衣套把它套起来。对，雨衣套也可以套起来。这一台的功能没有，好，然后就换另一台新的。这台功能没有，我就换一台新的。所以这一台算是第四台。嗯哼，赚钱的定位，真的很轻，对，这台第一台轻很多，对，这台这个还蛮值得买的，嗯，功能蛮多。可是你是希望它在雨中待多久？没有，带接带下雨天的，我直接出门的时候天气不好，那我就带这一台。没有，刚刚就早上接了，下雨了，不大，继续走了。我们家他们家，我们可以开一个小型的托儿所，真的，因为我们家也四台。哇塞，哇塞，我来对照一下，我这边还有照片对照啊，就是我跟你讲，在这个竹尾的世界里，四台算少的了。对对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可以跟阿边家合开那个托儿中心的印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背音带。我这蓝色的、红色的，我各有一个。然后呢，最近新买了一个做的，还有一个黑色有机的。做的那个我还没试。对，所以我们家有四个婴儿托婴带。对，有机。小刚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背婴带？我有一个。OK。就是我们家就 UBI 就有四个。这个好像现代老爸都要有一个。有一个摆在前面啊。对，蛮好背的啦。不过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要四个。嗯，对，然后还有其他零零总总。郭主委，您签。对啊，没有四个怎么当主委？这个来这个，这是那个餐车，婴儿餐车。我们家婴儿餐车呢就有两个，嗯，所以基本上呢就是。我看我最近去你们家里面走一走，我应该就可以省很多钱，省一点。对，而且又新买了一个，所以我们家应该婴儿的餐车有三个。为什么要？你家是600平的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家堆满了这些东西。洗钱？洗钱？没有啦，不是洗钱的。抵税。好，再来下一张。还有，这是那个我刚讲另外的托婴带嘛。我们家托婴带我就拍了很多张了。我这一个。对，下次那个光线注意一下。这是新的，这是他说他标榜呢，我老婆其实还蛮节省，他就是标榜说可以从婴儿从他会坐开始，一路抓到他挂为止。你放屁！真的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不是，就是他说他可以到1岁到80岁都可以做啊，他的 range 那么宽，你也可以做了。80岁换你做，你这是什么星座？这是现在上面这一层呢，是 baby 做的，可以把它拆掉，拆掉以后就变成人大人。问题是这个烂椅子谁要坐啊？又不舒服。不能这样讲，老婆会生气耶。那是你老婆摸了，我烂的烂臭。对，这是餐饮。然后呢，光儿童的安全地垫。我昨天这一条是昨天买的，这一条大概半个摄影棚那么大吧。哦，昨天我才收到快递的，厂商送你的嘛？不是，买的。大楼管得好，回扣，厂商回扣，没有的回扣。然后这两个是从美国带回来的，所以我家有，我家如果弄全部让小孩子摊平都可以，6、7个。太好，我可以到你家去拿一份。然后这就是刚刚阿边讲娃娃车嘛，就我另外又多了三台。这娃娃车，娃娃车，哦，又有人送来哦，又买的，又新买的，这样子 OC 你啊？不是啊，买的，真的买的。哇塞，几千？没有。